大家注意，谢谢。啊，是我们村的晚会，有这么多的参观，莅临我们这个会场，帮我们来家属召回一个圆满吉祥，同时也要感谢我们林东县政府，我们东港镇公所。那么特别要介绍我们琉球乡的乡长，我们的蔡乡长蔡弟弟啊，在我们琉球其实在巴士海峡呢，当场捕获到的黑尾鱼啊，都是这边的一个船只啊，那个船长非常的亲切，我们呢渡船到琉球也可以找找乡长来泡茶啊。好，现在我们游行的队伍呢啊，即将开始由我们的镇长，由我们的。他是我们的总统所授的旗帜，好，各位啊，准备列队哈。那么游行队伍呢，就是从我们的光复路到我们光复路这边呢有1100公尺，然后再到我们东港镇的街道大概有2600公尺的距离，我们一点回到这个地方。那么你的创意主题的服饰造型啊，都是随时有不同的现场位置，同时在我们的啊灯光。路的那个路口有一个表演区，我们呢。